妖王浮屠认识吗？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这位姑娘都打听年打听了三年，这股子劲儿还真是记住。他还是来的。这位姑娘，恭喜你中了头奖，双咬一夜春风，可以与我们楼里的头牌共度一夜春宵。头牌，果然是头牌，长得你听到的歌。穿衣服呢？怎么姑娘不喜欢？这是谁说的呀？苏苏当然喜欢，可是你这么好看可别让别人看见了。这符它可以封锁你的妖气，可以让你自由出入这个国门，等你见到妖王可以带他一起来找我。难道姑娘不怕我拿着这符咒跑？你舍不得。逍遥门陈局如何处置？按计划进行。是。陈局师姐不见了。哎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剧情不是男主不见了就是女主不见了，是不是说明昨晚糊涂跟陈局还是见着，已经钟情了？就说这句剧情还真硬。陈局师姐，陈公子真是国学多才，看来还是走了原剧情。那么眼前这必是大反派妖王，